尊敬的各位老师，尊敬的各位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共同来学习汉学工具书，开启四库的钥匙第23集。在前面的课程中，为大家介绍的是训诂学的基本要集，为大家介绍了《尔雅》这一部训诂学的重要的著作。《尔雅》著书在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是收在经部215小学类。而在四库会要呢，则是收录在经部第78册的小学类。所以文字声韵训诂学这些基本要集呢，在四库当中，主要它的分类就是经部小学类。好，无论是会要还是四库，都是在小学类当中去查找。在前面的课程中，为大家介绍了这个《尔雅》这部书，并且谈到了《尔雅》名义。刘熙在《释名》当中对《尔雅》做了解释。好，这个《释名》这部书啊，是我们后面要为大家介绍的一部典籍。刘熙说呢，尔雅，尔尼也，雅义也。好，这个义呀，就是义理的义。义是什么意思呢？义是正的意思。因此，尔雅这部书之所以，好，这个孔门的这些圣哲之人会把它编写出来，刘熙说是本为其一书言归于统序。好，就是关于这些名词它究竟是如何解释的，它是什么意思，好，在《尔雅》当中就有所体现。又云，圣人观古，可知兼有绝代离词，不读当时方语。所以圣人，那么在古时候啊，就是儒家的这些经典在形成的这些年代呢，在不同的地区，这个语词啊，它也是有不同的用法的。所以我们要理解经典，对于经典当中的这些名词术语，首先就要有准确的了解。那么这一点尔雅呢，就帮助我们理解经典，这是很重要的一部训诂学的著作，所以它被收录在13经当中。在《论语·述而篇》当中，有这样的一句经文：“子所雅言，诗书纸里皆雅言也。”好，那么什么是雅言呢？我们看孔注啊，对于雅言的解释呢，
就是雅言、正言也。那么正曰，这个注解当中说，读先王典法，就是我们所读到的像尚书、周易等等啊，这都是古圣先王他们的就是教化，都是在其中。因此我们在学习这些经典的时候啊，那要从什么地方入手呢？必正言其音，这个读音是很重要的。好，经典当中字字句句啊，这些名词术语应该如何去读？好，从音入手，然后还要再进一步了解它的意义。而古人他们解经呢，常常采用音训的方法，也就是我们知道汉字本身啊，它的形、音、义是分不开的，是一体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学习古圣先王所留下来的这些典章，就是要先从它的读音，还有这些名词术语，它的义理、意义要入手。故不可有所讳，礼不诵，故言直。这是诗书直理呀、他这里注解说礼不诵，故言直。那这里特别举出子所雅言，就是论语述而篇中说子所雅言，诗书直理皆雅言也。这是子之常言，也是从方俗啊。那么在古时候，因为这个疆域的关系，我们知道上古的时期啊，就是属于君王统治的这个版图呢，还并不是那么辽阔，它是有一定的 限度的。所以疆域并不辽阔的时候呢，这里面所存在的语言种类就比较少，不像后世，就是例如像秦始皇统一中国，在秦汉时期，中国的疆域呢不断的扩张，那这时候因为地域辽阔，所以就是存在的各种不同方言的情况呢就会比较复杂。就这里说的，其后幅员既长，爻俗亦杂，故多变异之言。那么什么是变异呢？这个变异的意思就是说，在不同的地区它有不同的语言，那我们要表达同样的一个意思的时候啊，虽然这个意思相同，但各个不同的地区呢，它的语言是不同的。好，是为种起，象螯滋生，故多滋辱之言。好，那么这个滋辱这个词啊，它的意思就是语相因而意稍变。这是伯元先生在这里所做的解释。那么时王就一世之所宜，标经义，以为四方言语之书籍。好，那么在其实不同的朝代啊，就是这些君王在治理天下啊，这种语言文字它的规范统一也是相当重要的。比如说在秦始皇统一中国，所谓书同文，居同轨啊，这里面就有书同文，它要使全天下这个文字要统一，统一使用小篆作为通行的文字，这对于治理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啊。
那跟这里所说的是同样的道理。好，那博元先生呢，在这里就是总结起来，好，什么是尔雅呢？尔雅呀，就是综而集之，好，就是把这些名词术语把它汇集在一起，是以正义。对于这些名词，它们究竟是什么意思？好，都做了解释。那么，笔误连累，始相附近。好，那么《尔雅》这部书，我们在前面介绍过呢，它的分类，好，比如说是孤、是言、是训、是亲、是恭、是器、是乐等等啊，它有这么多的分类啊，包括后面还有天地啊、山水、草木、虫鱼，它就是把各种不同的名词。同类的这些词呢，就把它归到了一起。好，这就是尔雅。那么，凡六艺皆长王冠。那么古时候，那我们知道，在古时候啊，就是在孔子开始推展这种有教无类的教化之前呢。其实，在更早的时候，这个教育往往都是贵族的子弟才能够接受。是到了孔老夫子的时代，啊，夫子的教化是有教无类，所以才把这个教育呢推广到平民百姓的身上。所以这里谈到"凡六艺皆长王冠"，啊，就是这种情况。那么士庶，所以教士必以雅为主。所以一定就是用这个雅言，而这个所谓"子所雅言"，这个雅呀，哈，雅言注解当中说是正言，这个雅字之所以解释为正呢，已属后起啊，它其实就是下这个字，哈，雅就是下。那么在《荀子》当中有一句经文说。乐人安乐，楚人安楚，君子安雅。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雅呢，就是下，它就是下的假借字，雅言就是下言。那明白这个道理，博元先生就总结啊，总结出了三条。首先，第一条呢，就能够知道《尔雅》这部书是朱夏之公言，这是第一点。再来，第二点呢，《尔雅》皆经典之长语，所以我们学习儒家的经典，好，要把这些经典当中的啊意思搞清楚、搞明白呢，啊，用《尔雅》这部书啊来作为辅助，这是相当。重要的啊，第三是尔雅为古训之正义啊。好，所以尔雅它作为一部训诂学的基本要旨呢，在中国的儒家经典当中，它的地位呢是相当重要的。那陆德明先生也曾经说过，尔雅所以训示五经。就是来解释这个五经儒家经典的义理，辩章同义。那么这个古人呐、啊，都是强调啊，由像郑玄呐、刘勰还有陆德明啊，那么都有强调这个尔雅呀，它就是来帮助我们解释经典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尔雅被。编入了13经当中，这是自有它的道理。那么《尔雅》这部书，它所引的都是古今天下的义言，以近于正言。那么正言是什么概念呢？所谓正言，就是今天所说的官话啊，比如说在中国，就是以普通话。作为标准的，我们看中国这么大的一块土地啊，南腔北调各个地方都有它不同的言语，哈，
可是这个国家会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啊，就是用普通话来作为标准，就是这个意思啊。好，竞争者各省土音之近于官话者也啊。那么各个不同的省份，每个地方都有它不同的方言，而这些方言它跟官话相近的，好，这个就叫竞争。好，那第二点，尔雅名义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啊。好，再看第三，第三就是尔雅偏倦啊。尔雅偏倦呢，就是尔雅在这个汉字，汉字就是《汉书艺文志》。六艺孝经家，它是3卷20篇。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本子是19篇。那么关于偏倦呢，也是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在这里我们就不做详细的解释。另外，关于尔雅这方面的著述呢？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当中，主要是介绍了13经注疏当中的尔雅注疏。啊，这个尔雅注疏就是晋朝时代郭璞所作的注，在宋朝时代呢，邢炳所作的疏，以及唐代陆德明的音译，这就是尔雅注疏的内容。而关于雅学的著述，博源先生在《训诂之基本要集》当中呢，是把它列成了7目，有7个方面啊，一个是注，二是疏，三是音，就是读音，四是图，五是校勘，六是集义，七是释例。而关于尔雅方面的注解，在唐朝之前有10多家的注解啊，算是蛮多的。可是到我们现在所能够看到的，这个注解呢，就是有流传到后世的，只有郭璞这一家的注解。那我们在这里就为大家介绍一下郭璞的《尔雅注》。在释文当中，就有谈到郭璞他的《尔雅注》是3卷。好，那这个注解呢，就有收在《四库全书》当中。好，它是属于13经注疏的范畴。而《随志》当中是说尔雅5卷，郭璞注。新唐书是说郭璞注1卷。那么博源先生在《训诂之基本要集》当中就有引用《荆棘反古志》的记载啊，说尔雅3卷，那么郭璞做注解，还有音，音就是读音。首载璞序就是郭璞的序文，每版是8行，一行16个字，注解是双行21字。那这一点呢，就是我们看到中国古时候刊刻经典啊，它也是非常有学问的啊。就是比如说孩子他从小在私塾读书。啊，日后呢，到国家所办的这个学校，到太学去读书啊，他从小到大就是读诵经典、背诵经典，这个经典他刊刻的时候，每一页它是多少行、有多少字，都有一定的版式跟规范，所以孩子从小所背的，那么他都
因为古人的这个童子功的功夫扎得特别好，从小就把经典都背诵得很熟悉，所以日后到太学啊，老师带着学生啊，或者是有的是专门去跟着某位学者来求学啊，那老师带着学生呢，行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时候啊，就不用把这些书都背在身上了。为什么？大家都记得住老师一说，好，第几页第几行，大家都背得清清楚楚的哈。所以这是古人他在刊刻典籍的时候是特别用心的一点啊。那这里所记载的就是郭璞这个《尔雅》的注解啊，它的版式。也是，是比较固定的规范啊、哦，一版八行，然后一行16字，注解是双行21字，而且呢，对于这个本子，就是《荆棘反古志》里面记载的这个版本呢、啊，郭璞的注解啊，它是文字丰肥，楷法端劲。就是刊刻的时候，这个字体呀、啊、也非常优美，很端庄。卷末有金，它是18,900言啊，这个是《尔雅》的经文本身。然后注解呢，注解就是17,638言啊，这是《荆棘反古志》当中的记载。再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个是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已经跟大家有介绍过啊，就是璞哈，璞就是郭璞，璞时就是郭璞所处的这个时代呢，跟汉朝相比起来，距离并不算太远。那么比如说啊，《岁武大东》称诗啊，就是《诗经》。那么，昭我周王称艺书，就是在他的这个时代呢，还能够看到许多古本的典籍啊。那有的典籍可能到后世就失传，后人就看不到了。可是郭璞这个时代，他依然是能够看到的。所以他为《尔雅》所做的注解呢，就非常的可靠，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啊，他所能够参考到的典籍有很多，也都是后人呢、啊、就已经看不到的。那么虽然后人呢又有对郭璞的注解进行了补正，但是他的一个红纲大旨，就是他大略的一个框架和内容呢，还是没有超出郭璞所做注解的范围。那么诗说哈，这是伯渊先生引诗说啊，说郭璞好经术啊，博学有高才啊。您看古时候啊，凡是能够留下这些重要的著作，您看在从前《尔雅》的注解10多家，为什么只有郭璞的注解可以流传到后世？他能够传世，一定就有他传世的价值。那本身就是注解经典的人啊，就是注解者啊，他自己的德行、学问各方面的能力是相当强的啊。所以博学有高才，就是强调郭璞他是一个非常博学啊，学问啊很啊，这个学术的功底相当深厚啊。好古文讥字，好，那么特别是因为《尔雅》它是全是经典啊，在经典所处的这个时代，它的文字本身呢，就是距离我们现在是比较遥远的那个历史时期，而郭璞对于这个文字，他又能够深入，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他是在文字学上面啊。他有下了很深的功夫，所以他在解字这个上面呢，也能做得很好。那么《晋书》的本传啊，就是他的传记记载在《晋书》当中，他所
撰写的小学方面的著作，除了对尔雅做的注解之外呢，此外还有对方言所做的注解。那这两部书，无论是尔雅还是方言，都是训诂学方面非常重要的著作。而这两部著作呢，我们一直到现在都还能够看到郭璞所留下来的注解啊，这也是相当珍贵的啊。好，那经典释文当中说啊，先儒于尔雅，多异彼之说，乖盖缺之意。好，为郭景淳，这个郭景淳就是郭璞啊。好，下文强识，也就是只有郭景淳郭璞呢，因为他的学问非常好，好能够博古通今呢、啊。好，所以他做了这个尔雅的注解呢，好，这些世上的读书人就对于这部注解相当的看重。相当认同，而陆氏音译，它是根据这个郭璞的本子，行事书，这个行事书所指的就是行柄的书，因为尔雅注书，这个注是郭璞所做的注，而书呢，则是行柄，宋朝时代的行柄所做的书，也是在郭璞啊，就是行柄的这个书也是在郭璞注解的基础上呢进一步的再做解释。所以尔雅在古时候这些注解，虽然古时候注解的人很多，可是流传到后世的也就只有郭璞的注解。这就说明呢，他的注解啊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好，被人们认定为呢是非常可靠的注解。好，那他有就是伯元先生啊在这里对于郭璞所做的注解呢，他的优点啊以及缺失都进行了一个阐释啊。好，从优点这个方面来讲，首先就是他取证非常丰富，就比如说刚刚所谈到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有说到啊，像昭我周王他引的是《易书》，此外像杨如之和他是引的《鲁诗》，这就是说他所选取的这些典籍啊，范围是很广泛的啊。所以它是取证之风，这个风就是丰富的意思。第二个方面是他说他说义之慎，这个慎就是慎重，也就是郭璞呢在解释这个尔雅的义理、啊、这些 字句的字词的义理的时候、啊、他的这个下笔是很慎重的、啊、不是很轻率的去解释。睢阳以下说者纷纭，然郭氏以义有难明，多从盖缺，这就说明他非常谨慎的态度。第三点呢，就是郭璞在做注解的时候啊，他有旁证方言，我们刚刚说过郭璞还有为方言做过注解啊。好，他旁证方言，那么方言呢它是跟尔雅相通的。好，兹为子云，能知古史。而因为郭璞呢，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很有学问啊，博古通今的人，那么他对于尔雅以及方言这两部书都有深入啊，因此对尔雅跟方言都做过注解。那他在做注解的时候就同时可以参证方言。好，这个是兼宗二学，心照其然。那就是注雅，注雅就是注解尔雅，注解尔雅他还会引用方言，方言是杨雄所做的，所以说这里说注雅引杨，这个杨就是杨雄。
好，这样来解释呢，就是有一个旁证啊，这个解释呢就比较准确。第四呢，是多引金语。那么多引金语啊，就是说明郭璞他在学问上面是能够以今通古的。比如说，伯元先生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士草，尔雅的士草。它有言今言俗言今江东者亦50条，所以郭璞他的解释呢，并不是墨守成规，而是能够以今通古，这也是他的一个优点啊。还有第五点就是缺一不忘。那这五点呢，就是伯元先生所总结出来的郭璞注解的优点啊。那么当然呢，就是说一个注解他做的再完美啊，也是难免会有一点缺失。那这缺失，伯元先生也有举出2条。第一条就是习旧不明举，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他所举的这些从古时候的古书啊、经典等等当中所引用的这些内容呢，好，那么他明明是古人的旧说啊，但是他有时候在注解的时候就没有特别明确的把它举出来。那么第二点就是。不得其意而望文作训，好，这个问题呢，也在这部注解当中也是存在的啊。但是，由于郭璞他所处的这个时代呢，他离这个经典啊形成的年代是比较近的，那么他对于尔雅所做的注解呢？就有它相当的价值啊，虽然也有一点点缺失，但是就是瑕不掩瑜啊，也不能掩盖它的优点啊，就是这个意思。好，那么这是郭璞的注啊，再来呢就是书呢是邢丙所作的书那么关于邢丙所作的书呢？在《宋史》的《儒林传》当中就有记载对邢丙他的生平有所记载啊。邢丙字叔明，他是曹州济阴人那么在太平兴国的年间呢，他是握九京及第。到了咸平初年，他是担任国子祭酒的这个官职后来又担任翰林侍讲事。这是邢丙的，在《宋史·儒林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个介绍啊。那么《诗说艺书序》，好，这里说“今既奉敕校订”，那么他在做这个尔雅的书的时候，考案其事必以经籍为宗，他一定呢就是以。经典为主啊，可是对于这个尔雅的义理的诠释呢，邢丙在做书的时候，他还是依照郭璞所做的注就是顺着这个注来做书，而邢丙所做的这个书呢，和他一同做的还有当时这个时代的8位学者。就是杜浩、舒雅、李维等等，一共有8位学者。那他这个书，他做完了之后是10卷。于是呢，这个邢丙所做的书列在学官之后啊，那么要学习郭璞所做的注解，
好，他也是要参考这个书。于是呢，就，他就和释文，同时成为一个很有价值、不可偏废的一部典籍。那么从南宋之后呢，与雅书没有异同之论，就是，那么伯渊先生呢，在这里就抄录了几条这个古人的一些说法比如说《四库提要》，《四库提要》啊，就这里就有谈到，就是邢丙他做书的时候啊，他比如说他所引证的很多文啊，这个是到了清朝时代，有些典籍就也已经失传了。可是在邢丙所做的书当中依然可以看到有一些失传的典籍。那么另外呢，就是他做书啊，做书也有做书的一个体例，就是做书就是要把注给解释明白。那么如果是注解没有谈到的部分呢，书它一般也不会再另外再去做注解啊。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四库管陈》有谈到，从唐朝以来呢，往往做书就有这样的问题产生啊，并不是只有邢丙他在做书的时候才是这样。好，再来，阮君的《校刊记》当中有说到啊，邢丙做书在唐以后，不得不遂唐人语为之。好，这是。伯渊先生他列举的古人的说法，但是伯渊先生呢，他就《尔雅书》这一部注解来说啊，他觉得邢丙他在《尔雅书》当中所做的贡献呢，不仅仅是像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当中所说的“为名本注”而已。就是伯渊先生呢，他认为。就是邢丙所做的书呢，还有三个特殊突出的优点。好，所以这就使得啊，就是书虽然后来又有新的书出现，但是邢丙所做的书依然是有它的价值存在啊。那这一点伯渊先生他就举出了三个主要的优点。第一个就是说邢丙的书它可以补充这个郭璞注解的缺失。那么注解讲的不够详尽的地方，虽然邢丙他并不能够全部把它补全，但是他所补的一些地方都是依照经典就是这些典籍啊来补充的啊。那么确实呢，能够给郭璞的注解呢，做一个拾遗啊，就是对他所不完备的地方，就是可以做很好的一个补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知声意之通，尽如知以声训而雅。这个声训啊，就是说在训诂的这个角度，我们要知道啊。就是一个词的解释啊，它并不只是关联到它的意义，而是跟它的读音也是息息相关的啊。这一点古人在做注解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所以这个声意之通啊，就是一个词它的义理会跟它的读音有关。好，那么尽如知以声训而雅。那我们后面还会介绍到其他的训诂学的典籍啊，就是它也是有这个声训的方式来注解做注解啊，这是古人也是很常用的一种方法。而其端始起于形式就是用这种声训的方式来解尔雅，其实是从邢丙这个时候开始的啊。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达辞严之利。那么现在的学者知道尔雅有力啊，这个力就是，好，每一部书他写的时候，他都有他的一个体力。但是邢丙的书呢，临事指陈，好，比如说他说事孤，好，就是尔雅的事孤啊，不妨进出周公。那么题次初无定力，最开始是没有定力的啊。造字与用字不必尽同，哈，就是造字跟用字啊，它不需要是完全相同的啊。那么诸条随便即言，好，尔雅无经意异人之作，所以不同。所以尔雅这个尔雅的书啊，好，邢丙的这个书呢，他有许多的说法啊。伯元先生在这里赞叹他是宏通之极呀，好，就是说他在学术上的一些成就呢，就连清代的一些学者可能也没有办法跟他相比。好，这一点呢，就是伯元先生对于尔雅的这个书啊，注跟书呢，可以说都是给予相当高度的评价啊。好，下面呢，我们再介绍一条，就是第五，好，第五啊，伯元先生有谈到《论治尔雅方术》。那么《论治尔雅方术》，伯元先生主要是从四个角度啊来谈这个问题啊，就是怎么样来学习尔雅。第一点就是要先正文字，就是要取经跟释文为主，然后再考察它的译本来辑录啊。那么简要的方法呢，就是分这个尔雅的文字，好，把它分出来，看哪些文字呢是在《说文解字》里面啊能够找得到的，好，哪些文字是在《说文解字》里面没有收录的。而在《说文解字》当中，所能够见到的这些字啊，又把它分出来，就是尔雅当中解释的义理跟《说文解字》是相应还是不相应？好，又把它分成这两种。那么，如果这个字就是尔雅当中所解的这个字呢，在《说文》当中没有收录呢，那么又把它分为实有其字和尚不知其字这两种。好，那么用这种方法来学习尔雅呢，对于尔雅文字方面就已经这个可以说分析得很清楚了。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伯元先生是教导我们呢要次民生动啊，这就是谈到尔雅的读音啊。那么在这里就是把金音先搞清楚，金音呢就是以释文为主。那么，如果说这个字它一个字有很多不同的读音呢，那么就暂时以释文的第一读为主啊，这样就比较容易统一。而每个读音呢，都应该要了解它的声类在广韵当中是属于什么韵啊。好，这是第二点啊。第三点呢，学习尔雅呢，就是次民古音。好，这时候就是要来了解它的古音是什么。那么了解它的古音呢，就知道它的声韵是属于什么地方哈。那么以得古本音，这样就可以了解到它的古本音，就是了解它的古音。那么这一点对于训诂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哈。那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啊，就是说，古人就是说我们中国的汉字啊，它的读音跟它的意义呀，是分不开关系的。好，这是第三点啊。第四点呢，要次求义正啊。次求义正呢，这里还分成两条。好，第一条就是要求在尔雅当中呢，要求各个字的佐证。那么就要把尔雅当中它的这个内容呢，分为
见经史群书，好，就是这个字有没有在经史的这些典籍当中出现呢？还是说这个字好在经史的群书当中并没有出现啊？好，那么在经史的群书当中有出现的字呢？好，那么再对它进行研究。好，这是第一条。那么第二条就是求全部的系统。好，要求训诂自相互而得系统，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求明悟之根源，让它归于训诂的系统。那这个可能就是说，这种自学方法是相对比较专业的，就是在训诂学的领域要怎么去学习《尔雅》这部书，好，能够用博元先生所教的这套方法呢，那么对于《尔雅》这部书，它的研究呢？就是在训诂这个角度来讲啊，就是可以说是积于大成了哈。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现在学习尔雅啊，并不是，也许有的同学对于文字生于训诂学是会学有专攻的啊，那么可能更多的同学呢，是会通过小学这个典籍啊，是为了日后我们学习经典的时候。来作为工具书使用的哈，好，那这就是目的不同。而博元先生所谈到的，就是说，专门在研究训诂学的这个领域啊，他用什么方法来研究《尔雅》哈，他在这里是这个意思哈。好，那关于《尔雅》这部书啊，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啊，因为前面13经注疏的部分呢，就已经有介绍过《尔雅》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主要是补充博元先生关于《尔雅》篆人呐、名义篇卷等等啊这方面的教诲啊，来跟大家做一个简要的分享。那日后呢，我们在深入经典的时候，这个《尔雅》还是我们。学习经典必不可少的一部书。那么后面第二节的部分呢，博元先生有介绍《小儿雅》。好，那这《小儿雅》，大家可以自己来学习就好啊。我们这里呢就不做详细的介绍啊，只是把这个名字列出来啊，让大家了解有《小儿雅》这部书。好，接下来呢，要来介绍的就是方言。好，那么其实方言呢，它的原名是蛮长的啊，就是它简称叫做方言。好，可是我们要是打开《四库全书》啊，找到这部方言呢，会发现它的名字怎么这么长啊？叫游宣使者绝代语是别国方言啊，方言。这个关于方言这部书啊，好，我们也是首先呢来介绍一下博元先生啊关于方言的4个方面的介绍哈，就是他的著者、内容、体例和重要著述这4个方面啊。好，那首先就是方言的著者这一点呢，我们在后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内容当中啊，四库管辖也有谈论过这个问题哈，因为这是在古时候有争论。那么方言的著者呢，好，就说是这个。我们看到《四库全书》的目次当中，也是说旧题进杨雄传啊，是杨雄所作的。杨雄字子云，他是蜀郡成都人，他是杨雄啊，是西汉时期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那么，在成帝当政的时期，他担任过给事黄门郎。王莽的时期呢，是担任
大夫，他在天禄阁教书。而杨雄这个人呢，他就是天生是口疾呀，口疾就是他说话语词并不清楚，所以是讷于言辞，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他的辞赋这方面写得很好，他曾经仿照司马相如做了《长阳》《甘泉》这些赋，所以他跟司马相如齐名。他又仿照《论语》做的《法言》，好，仿照《周易》做的《太玄》。那么杨雄又仿照尔雅的体例而做了《方言》，而《方言》它的全名呢，叫做《游宣使者绝代语士别国方圆》。好，就是本来这部书是15卷，那么现在呢，就是今本呢，它是13卷。那杨雄做了这部方言呢，到了晋朝时期，郭璞也为他做了注解。那么此外，像清朝时期还有戴震的方言书证，以及钱毅的方言兼书，在我们现代呢，有周主谟先生所做的方言校笺，那这部书呢，伯约先生评价它呢是现在最完备的方言的教本。那么杨雄的方言呢，是我国古时候啊，在汉语方言学方面的第一部著作。就是杨雄他本身是吸收了前人的研究的成果，但是在方言当中，他也有他自己的创造。那么，应绍在《风俗通序》当中就谈到在周秦的时代呢，曾经有在就是农闲的时期，派遣使者，坐着游轩车，这里说游轩使者啊。游轩是他所坐的这个车子，持木铎，拿着木铎呢，这个使者他到各个地方，他主要的工作、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是到各个地方去采集这些民谣、诗歌，还有各地的方言。那么这一点呢，我们能够体会到就是说，在古时候，许多古圣先王都非常重视呢，去了解人民百姓的心声。那了解人民百姓的心声，通过这些歌谣，以及各地的方言呢，就可以让身处高位的天子，他可以了解民风民情，他知道老百姓在想什么，他需要什么，他所思所想的，在这些民谣、诗歌、方言当中都能够体现出来。那这一点就是说，在尧舜禹汤这些明君圣王当政的时代呢，就很重视通过采集民谣去了解百姓的疾苦，了解百姓的心声。那么这种采集的工作呢，在秦朝灭亡之后曾经中断过一段时间，到了汉朝时期，因为天下太平了，所以这样的工作又重新开始进行。那在汉朝的时代呢，像蜀人严君平，还有林驴翁儒，以及刘向、刘歆父子，还有杨雄这些学者呢，他们都曾经从事于收集方言的工作，那这个工作呢，它跟朝廷的提倡是有关系的。那么在《汉书》当中也曾经指出来就是说派遣这些使者去收集民谣跟方言的目的何在呢？它的目的就是在于王者不窥有户而知天下。就是汉朝时期，这些君王有许多都是
励精图治的好皇帝啊，比如说文景之治啊等等，他们都希望把天下国家治理好。所以汉朝时期有很多君王，他们呢都想要通过收集方言来了解各个地方的实际的情况。啊，这个对于加强政治上的统治以及了解老百姓的心声都是非常重要的。而在清朝时期呢，王先谦先生还有指出这个钱谷啊，采风使者，就是这些游宣使者啊，坐着游宣车，持着木铎，到各个地方去采风，了解民谣方言的使者呢。方言行列国，废读陈其诗篇而已他的目的不仅仅是把这些诗歌和民谣收集起来，其余艺术书言，他对于各个地方的风土民情，以及各个地方不同的语言必将备其声音训诂，就是说这些使者要把这些语言呢记录下来，它的读音是什么，训诂就是它的意思是什么，它的解释，都要做这样的一个记录跟整理，所以上进，这样才能够把它进献给皇帝，进献给朝廷。那么杨雄他之所以可以，这个做出像《游宣使者绝代与是别国方言》这样一部重要的训诂学的著作呢，这个和他调查方言27年之久是有关的所以杨雄在这方面他是下了很大的功夫，一直到他70岁的时候。就是王莽，这个时候是王莽篡汉可以说是一段比较黑暗的历史时期。那么许多读书人都就是不耻于跟王莽为伍就是因为这个时期他篡夺了西汉王朝的政权所以在政治上是比较黑暗的一个时期，社会也比较动乱。而就在这个时候，杨雄他已经70岁了，那么王莽的国师刘歆，刘歆我们都很熟悉刘向、刘歆，这都是汉朝时期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那么刘歆这个时候就写信给杨雄，就希望他能够把方言，提供给他这个刘歆想要看一下杨雄所写的方言，因为当时呢，刘歆他正在编辑七略《七略》《七略》这部书呢，在目录学史上是很有时代意义的一部书，这是一个图书总目提要叫做《七略》我们要是了解古文献学的历史，等等对于这个书并不会感到陌生，于是。他想要把杨雄的方言收入到《七略》当中，但是呢，他的这个要求就被杨雄给拒绝了，因为当时杨雄做这个方言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们想他用了27年的时间去收集方言，到70岁这个方言这部书还在反复修改，没有定稿，所以他是很谨慎的态度在撰写这部书。那么不，他并不愿意轻易的借给人，因为这个书他这个时候还没有完成。那么即使在王莽当政的时期呢，刘歆他是王莽的国师，很有势力。可是杨雄他依然不为所屈所以并没有提供给他。那么这是关于方言的，这个作者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当中就有提到
就是《方言》这部书到底是不是杨雄所作的呢？在古时候啊，是存在争论的。但是呢，在许慎的《说文解字》这个说解当中所引用各地的方言呢、啊，跟我们现在所看到杨雄的这个方言呢，内容有很多都是相同的。那么这就证明，博元先生就有谈到啊，这就证明呢，《方言》这部书它最初应该有一个底本，但是究竟这个作者是谁呀、啊？就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是谈到，反复推求其真伪皆无显据啊。这个我们后面在看《四库提要》的时候啊，在详细的跟大家说，就是虽然呢过去学界有争论啊，但是究竟呢谁说的对谁说的不对啊，这个目前还没有办法做出一个最精确的判断啊，就是这里说其真伪皆无显据，没有明显的证据说它是真的说它是假的，都没有明显的根据，就是这个意思哈。好，这我们后面看《四库提要》的时候再来谈啊。那么，但《方言》这部书呢，罗长培先生在《方言校笺及通简》当中曾经这样赞叹过啊。他赞叹方言呢，是中国语言史上一部悬日月不堪的奇书。为什么呢？因为《方言》这部书啊，它是开始以人民口语的话语，这个人民口里的活语言作为对象的，而不以有文字记载的语言作为对象。好，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当中常常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说我们中国的语言跟文字有一个特性，就是说文字这个系统跟语言的系统是分开的。那么文字的这个部分就是汉字文言文，它作为保存文化经典的载体，它是具有它的一个稳定性，经历千百年来啊而不变啊，就是后人在看2000年前，好，这个2000多年前孔子这个时代，就是2000多年前更远一点，推到更远一点，就是有文字产生的这个时代啊。那么现代的人依然可以通过研究甲骨文、研究金文啊，以及呢通过去解读文言文，了解古人的思想，了解古人的智慧啊。好，甚至于我们后面讲《康熙字典》会跟大家谈到，像法国有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叫汪德迈教授，他曾经被汤一介先生啊赞叹是法国第一大儒。好，其中汪德迈教授他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长处啊，就是在西方的汉学界，他是第一个掌握甲骨文的。好，所以我们中国的文字啊，还有这个就是汉字文言文跟平常讲话的这个语言本身啊，在古时候它是分成两个系统。那这一点啊，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老祖先给后人留下的一个宝贵的遗产。正是因为有了汉字文言文，所以呢这个经典经历了千百年，到我们现在再去学习的时候，我们依然是可以，比如说通过这些工具书可以了解到呢古时候这个文言文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好，甚至于我们文言文的功底如果很好的话，直接读这个原文就直接可以理解它的意思。而语言呢、啊、就是语言它跟文是分开的。好，因为这个语言呢、啊、它是随着时代会不断的改变。好，那么如果这个语言跟文字没有把它分开的话，好，那可能就是
两三千年前古人所讲的这个语言，到我们现在就已经完全是听不懂、看不懂啊，就是面目全非了，是这样啊。而方言呢，它所记录的对象就是人民百姓在汉朝这个时代啊，是活语言作为对象，好，而不是以文字作为对象来研究的，这就是方言的特点啊，方言这部书的特点。再来，郭璞在《方言注序》当中也有谈到，这都是罗长培在《方言教监及通简》这个书里面所引用的啊，他引用的郭璞的《方言注序》，他有谈到考九服之一言，标六代之绝语，类离词之指韵，名乖途而同志。辨章风摇而区分，曲通万殊而不杂。这是郭璞在方言当中所谈到的。也就是说，他虽然是偏重于横的空间，也就是汉朝时期，这个方言的内容，但是他也没有忽略纵的时间。就是虽然他罗列了许多，各个地方的方言。但是它可以划分地区，辨别通语、梵语跟转语。所以罗长培先生，在结论当中，他是谈到说就是整部《方言》这部书来看，它确实是一部很有系统、很有计划的好书而博源先生，他认为说方言。就是陈新雄先生博源先生他个人认为方言应该就是杨雄所作的。那博源先生得出这个结论也不是，我们相信也不是，随便，很轻率的得出这个结论因为博源先生他在。声韵训诂学这方面是有几十年的功夫，都在从事教学跟研究的工作，而且他自己本身呢，又是张黄学派的传人就是是林隐先生的高祖弟子那么他在这里得出这个结论，认为方言就是杨雄所作的那我想他是相当有根据才得出这个结论，那么这部书《方言》这部书呢，它包含的是两汉，就是西汉跟东汉之间许多方言的材料，所以它特别珍贵。在我们中国的语言史上呢，它是第一部比较方言词汇的著作。那关于方言的作者博源先生已经有他的结论他认为就是杨雄所作的。好，第二点呢，就是关于方言的内容。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方言呢，是13卷从卷一、卷二到卷13。就是卷一到卷13。我们看这个《方言》这部书在四库。全书当中呢是收在经部215小学类，就是在281页这是221至281打开这一页呢，这页开始就是方言。那么方言呢，它从卷一到卷13。我们看到从21到284这是《四库全书》本的方言。从这一页开始就是卷一。方言的卷一。从卷一到卷13是释语词。卷四是释服制。卷五是释器物。卷八是释兽。卷九是释兵器。卷11是释虫。
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啊，这些语词啊、服装啊、器物啊，或者兵器啊，乃至于鸟兽虫鱼这些动物啊，在这里都有。所以方言它在体力上啊，它是效法尔雅的，好，但是。方言它和尔雅的性质不同。方言它是调查活方言口语，就是活语言啊，所以它是一部属于比较方言词汇的著作啊。那周祖摩先生啊，在《方言教笺附通简》的自序当中就有谈到呢。那么通过方言。它记载这种实际的语言，哈，我们可以了解到，哈，这个周先生啊，他一共是列了六点，哈，列了六条。第一就是汉代社会文化的情况，哈，这是我们可以通过方言来了解。再来第二点呢，方言所记载许多同义词，哈，跟方言对照，往往是古代不同的方语，在汉朝时候有保存。有些就变成了普通话了哈。好，所以虽然它是汉代的方言，但是呢，它有许多词啊，就是说你用尔雅跟方言来对照，会发现有很多词它是汉朝之前很古老的时候就存在的哈。好，这是第二点。那么再来，周祖摩先生提出了第三条，就是。方言它所记的汉代的语言有普通语跟特殊语，好，那么方言它所记的语言就是以秦晋语是最多的啊，在语义的说明上也是最详细。那么这一点就可以反映出呢，在汉朝时期，秦晋语啊，在汉代的政治文化上，好，它的地位就可以反映出来。那我们说春秋时代啊，前面有谈到过雅言这个问题啊，就是《论语》当中就有谈到哈，子所雅言，诗书纸里皆雅言也啊，有谈到雅言这个词。那春秋时代的雅言是什么呢？好，春秋时代的雅言就是任官阶级，也就是官员这个阶级啊，他们一般所说的官话。那么这个官话就是下言，好，刚刚有解跟大家分析过，这个雅呀、啊、就是下的意思，所以雅言就是下言，好，也就是春秋时代的官话就是下言。而春秋时代的下言是以什么为主呢？是以晋语，以晋语为主啊。好，到西汉。建都长安的时候，他所承接下来的官话就是秦晋之间的语言。好，这是第三点啊。第四点呢，就是说方言当中所记载的特殊的方语啊，它是循着地理的分布来表示差别。哈，就是有的通行的区域比较狭窄，有的通行的区域比较广。好，那么在语言上，就是有的是声音相近的转语，有的是声音不同的同义词。好，这是第四点啊。第五点呢，就是方言它距离现在已经是1900多年的时间啊，就是将近2000年的时间啊。而其中它所举的方语，在现代的方言里面依然保留很多。好，就是说，如果没有《方言》这部书，我们就不知道有些语言呢，其实在汉朝时代就已经存在。那么再来呢，就是说，《方言》这部书里面的古语啊，就是古时候的这些语言呐、啊，有些呢在现代的方言当中有保存，可是它的读音不一定是完全相同的啊。那我们知道读音呐、啊，就是从古到今。它是不断的在变化，所以虽然这些古语在现代方言当中是有保存，但是它读音不一定是相同的。好，那最后一点就是第六点，周祖摩先生就有谈到说啊，前人说方言多奇字，
这是就从这个文字的写法上来看是这样哈。但是如果从语言的观点上来看呢，就是说这些字它只是语音的代表。那么尽管呢，它和古书上应用的文字是不同的，实际上仍然是一个语言啊。好，那么有许多古今相同的语言，在方言当中所写的字和现在一般所写的是不同的。那这六点就是周祖墨先生所归纳出来的啊，关于《方言》这部书。好，所以《方言》这部书啊，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汉语的语言史上啊，它的价值是很高的。同时呢，它也就关涉到我们整个中国的文化史。好，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方言》啊。他的注解呢，就是晋朝时期郭璞所做的注解，一共有13卷啊。那么也就是郭璞所说的三五之篇啊。它的卷数和金本是不同的啊。好，就是说刘歆和杨雄啊。他们往来的信里面说是15卷，但是我们现在呢，所看到的是13卷啊。那么卷数和现在不同呢，这个应该是六朝的时代就产生了这个变动。好，那么再来在字数上呢，应绍在《风俗通义》当中说呢，方言是9000字，可是根据清朝戴震先生的统计呢。就是郭璞的注本呐、啊，它有11900多字，啊，就是比应绍所看的本子多了3000字啊。好，那么至于这是什么时候，增加出来的，博元先生就认为啊，这应该是郭璞之前啊，就是郭璞为方言做注解之前啊，所增加出来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古时候，就是一部古书啊。如果他有好的注解的本子出现的时候，好，往往这部书就不容易有什么改动了。好，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博元先生推断呢，他应该是郭璞之前好增加出来的字。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第三条，就是方言的体例。那么方言的体例呢，它是仿照尔雅。但是尔雅，它只是罗列训诂的字，但方言不同。方言它是调查活生生的语言，所以方言它是一个比较词汇学的著作，就是在于这一点啊。那么尔雅，就是说，它和方言跟尔雅，它们之间是有所差别的哈。就是说，尔雅在注解的时候，它就是把同义词或者近义词，把它汇集到一起。可是方言，它却进一步的指出来这些词汇啊，好，它或者是不同地方的方言，啊，或者是通语、古语，然后还指出这些词汇在西汉的时候有什么变化。好，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在《训诂基本要集》当中啊，博元先生都有把它列举出来啊，比如说通语，好，还有某地语、古今语，等等，而具体指出方言的条例呢，是从刘师培开始的啊，那么他有举出一义数字之类之例，跟一物数名之例。那么，此外呢，还有汪国正的《文字学概论》呢，他觉得这个两个例呀、啊，二例就是太简单了，于是又分成了4例。那么到了王国维他做书《郭注方言》后这个文章之后啊，他窥测这个汉晋语言的流变呢、啊，他的分例呢比前面两位学者更加的详尽。
所以胡普安先生在中国训诂学史当中，就是根据王国维先生的说法呢，他把方言呢定作这个郭注六例，这六条啊就比较详尽了、哦、这六条就是第一，就是汉时，就是汉代时候，它的语音与晋同，跟晋是相同的啊。那么第二条就是汉时，就是汉朝时期的语音呢，与晋微异，跟晋朝，跟这个晋这个地方呢，稍微有点差异。第三就是汉时，就是汉朝时期一方之言，到了晋呢，成为通语。第四就是汉时此方之言呢，晋时见于彼方，这是第四条。第五条是古今语同而异之广狭迥异，就是这个语言是相同的，可是它的意义的范围是广狭，它们之间有所差异。第六点就是异之广狭同而古今语异啊，就是它意思的广狭是相同的，但是从古到今它的这个语言是有差异的，它就列出了这六条。好，这是关于方言的体例啊，我们也是只是做简单的介绍。第四点就是关于方言的著述啊，比较重要的著述，首先就是郭璞的方言著。好，我们刚刚介绍的是郭璞的《尔雅著》啊，那么郭璞他同时又为方言做了注解。郭璞字景纯啊，所以谈到郭景纯，指的就是郭璞啊，他是东晋山西闻喜人，他的学问非常的广博，这是我们刚刚已经有跟大家介绍过哈。郭璞他本身呢也是很有才华，但是他不善于言论。那么他在这个语言学方面的成就最杰出，就是《尔雅著》跟《方言著》，就是郭璞他的代表作品。那最为人所称道的还是《方言》的注解，就是郭璞他在《方言》的注解当中，他能够自创体例来注解《方言》，所以他是用他这种非常广博的学识以及独到的眼光，在晋朝的时代他能够为尔雅和方言啊做出这样有价值的注解呢，那他真的是这个哪怕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光已经过了1000多年啊，到我们现在呢再来学习尔雅跟方言，能够拿到看到这么好的注解啊，这也是对后人的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这些智慧的财产。好，那么伯渊先生在这里有谈到郭璞对方言的认识和方言著的方法啊，那这里再来就是谈到方言著在历史方言学上的价值。那这些呢我们都不做重点的介绍，因为它内容是比较长的。此外还有谈到方言著在描写方言学上的价值。这个呢就是我们如果有这个课本的话可以自己来学习。那么在这个汉学工具书的课堂当中呢，因为我们不是这个训诂学的专业课，所以有一些比较详细的内容呢就不跟大家在这个课上再花太多时间去深入。好，那么关于方言的重要著述呢，第二步就是要简单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戴震的方言书证。戴震啊这个名字在清朝的时代是很响亮的，
戴震先生字东垣，所以我们看到戴东垣所指的就是戴震，他是安徽休宁人。他20岁啊，就跟着婺源的江永求学，所以江永是戴震先生的老师。到他40岁考中举人，是礼部不授。到了戴震51岁的时候，他就担任四库馆的撰修官。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四库全书》，这其中的参与的学者就有戴震。那么戴震呢，他是一位很博学的学者，无论是经学、数学、天文、地理、历史各个方面呢，他都有很深刻的研究。那他特别擅长的是在古音学这个方面的专长。他曾经戴震曾经撰写过《声类表》。他把古韵呢分为9类25部，而且训诂学当中有许多重要的方法跟理论也是由戴震所提倡的。所以在清朝这个钱家学术这个方面呢，戴震的影响力是很大。那《方言书证》呢，这部书就是戴震在任职司库馆，也就是说在参与编订《四库全书》的期间，他所撰写的。那么，戴震在33岁的时候，他就曾经把方言分写在李陶所作的《许氏说文五音韵谱》的上面，那么就可以让字跟训两写，详略互见。到了司库馆任职之后戴震呢就把他平常所校订，遍及经史诸子之易训相合及诸家之引方言者，就是戴震开始呢，就在任职士库馆的期间呢，就开始编写这部方言书证，就对他详为书证，令此书为小学断不可少之书，所以《方言书证》呢，这部书呢，在这个小学就是指的文字声韵训诂学这一点呢，就是清朝时代钱家学术的学者呢，在这方面是很有专长的那他的这个《方言书证》也是关于方言这部书的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那这个部分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里在《四库全书》当中呢，方言这部书是收在经部215的小学类，我们刚刚已经介绍过就是打开这一册的21至281，这里开始呢就是方言。那么关于方言呢，还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里所记载的这些内容。那这让我对于我们了解这部书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在四库提要当中，那么这个呢是，这个文我们可以看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的总目，总目一经部。我们要了解四库全书跟会要的内容就是前面常常跟大家提到就是离不开目录，也离不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那么这都是我们要通过这些内容呢来了解整个四库的大致的情况。那么在日后呢，在使用四库的一些重要的典籍的时候，就可以有很大的方便那么《四库全书》的总目一经部，我们打开1至820，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方言13卷它是收的《永乐大典本》。那么方言13卷这一段提要呢，就是记在经部的小学类一。
经部四十，小学类一这里。好，方言呢，现在看到的本子是十三卷。好，那么旧本题就是它的作者呢，好，旧本题作是汉朝时期杨雄所撰写的，是近代郭璞做的注解。好，在晋书的郭璞传当中呢，就有注解方言这一段文。好，可是汉书杨雄传啊，这里面有记载杨雄他一生的著作，可是汉书的杨雄传呢并没有提到方言这部书。好，而汉书的译文志呢，好，也只有小学，好，这个部分呢有杨雄的训传一篇。好，好，儒家这一类呢有杨雄所续的三十八篇。好，那么注解当中说，太原十九，法言十三，月四真二，杂赋有雄赋啊，就是有杨雄的赋有十二篇。好，那么通过这个记载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他都没有提到方言这部书。好，而在东汉的一百九十年当中呢，也没有称杨雄做方言，好，就是没有这个记载啊。一直到汉朝末年应绍做的《风俗通义序》。那么应绍啊，他是汉朝时期的一位学者，就是在汉献帝迁都到许，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些典章啊都淹没而不存，所以应绍啊，他就著了《汉官礼仪故事》《朝廷制度》，就是都会根据他所注解的这个汉官礼仪故事啊，来选取来使用。好，那么应绍他又是风俗通的作者，所以应绍呢，他在风俗通义序当中他就有谈到，好，才史称啊，就是指就是说第一个提到这件事情的就是从应绍开始啊。那么史称呢，周秦，好，就周秦这个时代啊，常以岁八月啊，就是每年八月这个时候，遣游轩之使。好，这个游轩它指的是一种车子，就是古时候天子的使臣他所乘的车子就是游轩。那么这个游轩是一种比较轻便的车子，它是代表天子出使到各个地方去。好，那么这个使臣呢，他求义代方主言还奏，就是把各个地方的方言诗歌民谣收集起来之后呢，还要奏报给朝廷。那他所记载的这些语言的文字啊、声音啊、等等，记录下来之后啊，藏于密室。好，就是朝廷啊都要把它收藏起来。好，即嬴氏，嬴氏就是指的秦始皇嬴政。好，那么秦始皇嬴政他过世之后啊，也就是秦朝末年，好，一气脱漏无见之者啊，因为就是说记载这些方言的资料都是藏在深宫的密室当中，一般人是看不到的。好，好，那之后就有一些学者啊开始，好，对他进行研究啊，包括蜀人严君平，还有林驴翁如才，好，他们包括汉朝时期的杨雄啊，都对他进行研究。所以天下孝廉魏族交会周章质问以次注序啊，就是这些学者呢他们都有对方言进行研究。好，二十七年而乃至政。好，那这个方言据应绍的记载呢就是九千字啊，
好，那我们刚刚有介绍过啊，就是，其实到郭璞这个注解这个时代呢，方言不止9000字，啊，有多出来的内容。再来，应绍注《汉书》，他也引用了杨雄方言一条，啊，他对杨雄的方言呢有所引用。好，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啊，就是说。最早说方言的作者是杨雄，实际上呢是应绍啊才开始提出来的。那么到魏晋之后呢，这些读书人他们转乡，这样子，就是引用应绍的这个说法，沿用他的说法呢，大家都对这个问题没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哦。可是到了。宋朝就是，我们看下面的文哈，就是到了宋朝，洪迈做《容斋随笔》的时候，他才考证《汉书》呢，他得出的结论，他认为方言不是杨雄所作的但是。洪迈所摘的就是刘歆跟杨雄。他们之间的这个往返的来信，他说是在成帝这个时候，哈，不应该称孝成皇帝这一条，哈，因为在东汉，汉明帝的时期啊，这个汉明帝就是我们佛法传到中国来的这个时代那么因为汉明帝叫刘庄，所以到了明帝即位的时候啊。天下人避讳才要避这个"庄"这个字，所以不应该在西汉的末年就称庄尊为严君平。好，这个严君平他本来是庄尊呐，就是为了避这个"庄"的讳啊，改为严。这个我们在我记得在讲圣学根之根的百家姓的时候有。有跟大家谈到过这一点好，那他这里这一条呢，四库款臣就有提出来，他未深重其要领。好，那么再来，在书的开头说成帝时等等等，这个是后人题下标注的文。这是。在传写、传抄的过程当中产生的错误所以他使这个文呐。本来是注解的文，就和让它跟原来的书的内容合为一体。好，那么实际上这并不是刘歆他本来所写的内容。那他的文意呀，这个文章的意思呢，还是俨然可辨，还是可以辨别得很清楚。那么这个书中所记载杨庄的名字。他没有做言那这也没有预先为明帝避讳因为就是说，其实我们考证一个文字，它避讳的问题来决断它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方法就是说，因为你一定是，比如说汉明帝他当政的时候，那么他刘庄的这个庄字才需要避讳，如果他还没当政。之前如果就避讳的话，那么这里面这个就存在的问题那么但是这里严君平的字是不是后人传写追改上去的，这个也很难做判断所以他所就是说洪迈《容斋随笔》他的这个考证认为方言不是杨雄所作的，他这些证据都不足以去决。下断言认为说这个方言的作者不是杨雄，好，那么只有后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当中呢，他引用了很多杨雄的说法，但是呢，他的文在方言当中有的是看不到的，那么再来，许慎所著的这个字义，与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方言。这部书相同的地方呢，也有很多就是不止一次的出现
但是许慎呢都没有标，这是杨雄的方言啊，也就是许慎在说文，这个跟杨雄方言内容一样的，他都没有标明这是杨雄的方言。所以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呢，在许慎做《说文解字》的时候啊，那么这部书还那个时候还不叫做方言，而且在那个时候，就许慎的时代呢，那时候的读书人还没有把方言定作是杨雄所作，所以像马融啊、郑玄这些读书人呢。在他们的著作里面也没有提过杨雄做方言，到了东汉的末年，应绍才开始有这个说法。那么魏孙岩啊，著《尔雅·墨墨》啊，我们看这个"墨"字啊，就是在《说文解字》当中解释啊，这是北方雉种从雉各生。孔子曾经说：“墨之为言恶也啊，墨百切。”还有螳螂谋，这个谋字啊，我们也比较没那么熟悉啊，它念谋，这个谋它的意思就是吃禾苗的害虫，叫做谋。那么晋朝杜预他注解《左传》。受狮子焉惧，他就递相征引啊，一直到了东晋的时期呢，郭璞才为方言做了注解，所以后儒呢称方言是杨雄所作的呢，就是盖由于是就是从这里开始但是应绍的这个。序文当中说方言9000字，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方言，它不止9000字，是11900多字啊。那么它跟原本呢，将近多出了3000字，而杨雄跟刘歆，往来的书信当中呢，都是说方言15卷，郭璞的序文当中也说3-5之篇，可是隋制跟唐制呢？他所记载的都是杨雄方言13卷啊，跟我们现在的本子看到的本子是相同的啊，就是《四库全书》所说的本子是相同的。好，则卷数较原本，就是卷数方面呢，跟原本就差了2卷。那么这均为敌伍不和，敌伍就是冲突的意思本来这个敌伍它的。原意就是牛角相互抵触那么引申为相互冲突的意思。好，考就是四库管陈，他考证呢，杨雄答歆，歆就是刘歆他答复刘歆之书呢，他就有谈到说语言或交错相反，反复论事，详细几之，就是这是。体现出杨雄在做方言的时候呢，他是反复的去考虑啊、修改用了几十年的功夫。你看，27年去调查方言，之后到了70岁还在修改方言，这是他在这部书上用了很大的功夫。如可宽严宽假言欺，必不敢有碍云云。这也就是杨雄他拒绝刘歆。要看方言这部书的要求，被杨雄给拒绝了。那么夷，这就是四库管陈呐，他觉得有可能就是杨雄他本身呐，就已经在编写这部方言，但是在他70岁的时候呢，还没有编写完成。那么刘歆想要借来看，他都不肯借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刘歆的七略当中没有记载方言，就是这个原因那么汉制就是《汉书·艺文志》也没有收录。那么后来呢，有可能是侯巴就是杨雄的弟子就是杨雄的弟子，他们把老师所留下来的这些残稿
好，那么私底下呢，相互传述，好，就是，他们开始使用。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呢，不免于辗转复议啊。这个辗转就是曲折间接的，复议就是增益的意思啊。好，就像是徐铉他在做这个《说文》解字的这个校订本的时候啊，所以。是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后来我们所看到的方言的这个字呢，跟原本的9000字就有所不同，好，就多出了3000多字。好，那么后来的学者呢，他认为《汉书》一文志没有方言，没有记载方言的名字，好，恐滋疑窦，好，这个疑窦就是让人怀疑的地方啊，这个窦就是孔穴的意思。而小学家有别字13篇，啊，没有写这是什么人所撰的啊，那么可以假借隐父啊，这个假借就是借助，隐父呢就是比喻模仿的意思啊，好，那么证明呢，它其实就是出自于杨雄啊，所以就并成了13卷，以就其数。所以这个卷数呢，就比原来的15卷少了2卷。好，那这个呢，我们看这个考啊、疑呀、啊，这都是四库管陈，他在就是考证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觉得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可是反复的推求啊，究竟他作者是谁啊？就是真伪、真的假的这两个方面都没有明显的证据。那么，可是我们看在编订《四库全书》的时候，对于每部书它的作者，他还是需要有一个定论的啊。你不能说，哎呀，我也搞不清楚这到底谁做的，那就不写是不行的哈。就是说，《四库全书》编订也有它的体例，所以这时候呢，他就是姑从旧本，那就按照旧本的说法呢，就还是提是杨雄所做的。好，异传疑之异也啊。但是在《四库提要》当中就做了这个说明。那么杨雄和刘歆这2部书呢，根据《李善文选注》，好，他所引的《玄珠日月不堪之书》，好，这个是好对他很高的一个评价啊。那么已称方言啊，他就已经有谈到方言。这部书了，好，那么从隋唐以来啊，它原本附在卷末，好，就是清朝编四库的时候依然是如此哈。那么这个书呢，在世间就是说从前是有刊本，但是它的文字比较古奥啊，这个古奥就是说它特别古老深奥，文字不容易理解啊，训诣深隐。好，他对义理的解释呢，又特别深隐哈，所以校刊的人呢，这个猝就是突然的意思哈，就是校刊的人呢，他不容易把它校对清楚哈，所以断烂讹脱啊，就有出现这种校，就是流传的过程当中就出现很多错误啊，机不可读哈。那么钱曾在《读书闽求记》当中，他曾经根据宋茜。啊，宋茜就是宋朝的版本，啊，这个茜是版本的意思啊，去纠正他的错误啊。但是，钱曾他所看到的宋朝的版本啊，就是到了清朝的时代呢，清代学者也是看不到的，而只有《永乐大典》所收的还是很完善的，好。所以《四库全书》它所说的方言的本质就是《永乐大典》本啊。那么这一点呢，其实我们在看《四库提要》的时候，能够学习到许多，就是关于古文献这方面许多专业的问题啊，比如说是文字声韵训诂的问题，还有版本的问题、校筹校刊的问题啊、考证的问题啊。这些我们其实学习《四库会要》啊，就可以了解很多这样的讯息。
好，那也就是四库管辰在编《四库全书》的时候，到底收录什么版本？他们也是经过很仔细的去考证的，一定是把比较好的本子收到四库当中来。所以《四库全书》啊，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能够出版流通，能够我们能够用这个本子来学习古人的智慧、古人的文化，好。这真的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笔非常宝贵的资产哦，就是清朝的这些特别有名的学者呢，都在编订《四库全书》的时候下了很大的功夫。所以我们看到方言的本子就是《永乐大典》这个版本。就是因为《永乐大典》所收的方言比较完善啊。那么简其中，这是秦有妻，这个妻是地名，秦有鹅台啊，秦有妻鹅之台，这一条呢，跟钱箴他所举的是相符的，那就知道说《永乐大典》这个本子是从宋朝时期的版本收进来的。那么四库管辰呢，就把这个本子拿来跟清朝时代流通的这个本子进行校对，才知道明朝的时候呢，就有学者对它进行了一些修改，才导致了这种颠倒错落的情况啊，就是看不到它原本的面目。那么这不只是钱曾他所举的一个地方，所以。那么，既然这个版本经过后人的修改，所以它就名存实亡。因此，在修订四库的时候呢，就要对它进行一个整理跟改正。下面说仅参户考定，它有改正的是281个字，删掉的衍文呢，衍文就是古书里面抄写讹误多出来的字句呢，是17字。然后补上的拖文，这个拖文就是校勘文字的时候，就是原文有脱落的，叫做拖文，也叫做夺文。补拖文的27字，所以我们看四库编辑的时期真的是下了很大的功夫，那就使得《方言》这部书就回到了它原有的样子神明焕然，顿还旧观，就在。校订的时候呢，让这部书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并逐条援引诸书，并且一条一条就是引用各种的典籍呢，一一疏通证明，对它进行的疏通证明，把这个文字都把它解释清楚，据列暗语，而且写下了这个暗语。恕这个恕就差不多的意思恕小学训诂之传。尚可以具见雅略就可以在这里，就小学当中这个《训诂学》这部重要的著作方言，从此呢，在四库的本子当中就可以具见雅略。这个雅略就是大略、大概的意思。并且把坊间这个课本这个坊课就是跟官本。家属本相区别的，就是一般的书肆所刊行的本子叫做坊科本，把这当中出现的问题纠正过来，必就是使，必是使的意思必无迷误。这就是四库全书在收集典籍的时候就是做了许多的校勘订正的这些工作。所以有一些版本就是它就很有价值。那么后来旧本所提就是说方言它的原来的这个名字叫做《游宣使者绝代与世别国方言》。这个非常长你要读起来都觉得很费劲就是奇文冗赘冗赘就是繁杂多余的意思所以各家就是说。各家引用还有史书当中所注入的都简称为方言。
那么旧唐书经籍志呢就称为别国方言，方言实际上就是一本书。好，那么再来就是说洪迈荣斋随笔是称它为游宣使者绝域语，是别国方言，就是差一个字，就是绝代变成绝域啊，就是以代为域啊。就是洪迈的荣斋随笔呢在这里就跟别人的称法是不同的，但是四库馆臣认为呢各个版本并没有称作绝域，好，各个版本都是叫做绝代啊。然后书中所记载的也没有说绝域从义的这个话，那么所以有可能洪迈的荣斋随笔呢是偶然记错了，因此四库全书在选用的时候啊就没有选用他的说法。好，那以上呢就是四库提要关于方言的这个内容啊。其实我们从文献学的角度上来看呢，可以看出这四库馆臣他这种特别深厚的这种汉学的功底啊，虽然只是一篇短短的文章，可是我们看到这里面真的是文字声韵训诂校筹版本等等的问题啊，包括考证这方面的问题，他们都就是可以体现出他们非常深厚的学术的功底啊。好，那么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这个课程呢就学习到此地，这个方言呢这部分呢也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啊。那么今天恰逢是端午佳节啊，我们一大早就有收到来自英国汉学院的同学啊，特别画了一幅画来祝福端午安康啊，同舟共济端午安康啊，就是同学们这个远在这个英国汉学院啊，还送来这么温暖的祝福，所以我们也把这个和平之家的祝福，还有王维勇教授在昨天所写的两首诗，好，我们也附在我们这个课程的 PPT 上，好，特别感恩跟各位老师和同学们的这种关怀还有照顾。好，那么今天的课程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